订阅、点赞、通知。哇，沙子游戏一定非常好玩，现在开始玩吧。哦，按一下之后，然后翻过来。呀，哇！下雪喽！下雪喽！Oops， 手上沾了好多沙子，等一下就好了，玩一下别的哦。哦，哦，真好吃，尝一下，真好吃。哎呦，好痒！我身上怎么这么痒？好痒啊！这可不行，我得去医院看一下。欢迎光临哦，这里是静宁医院哦，生病的朋友可以来找我治疗。哎呀，医生啊，我的身上好痒啊！波妮小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全身都长了小疹子，哎呦，好臭啊！波妮小朋友什么时候洗的澡啊？什么时候洗的？波妮上周洗澡了。啊，是上周吗？是。不可以，波妮小朋友，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才不会感染细菌呢。他的，把沐浴球和泡澡球送给您，回家之后要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。给。哇，我要赶快回家洗澡。再见啦。你好，我是艾莎，我可以把任何东西变成冰块。你好，朋友们。什么？很热吗？那么我来帮你弄凉快一些。那么再见。你好，超级英雄们，你们看起来也很热闹，我帮你们弄凉快一些。经理，讲义讲义，你们好。你们看起来也很热闹，我也帮你们凉快一下。如果把地面变成滑冰场怎么样？我的冰魔法怎么失效了？用不了冰魔法。怎么这么热呀？感觉自己好像发烧了，我得去医院看一下了。好，下一位患者请进来吧。艾莎公主呀，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呀？我好像发高烧了。好烫，请医生帮你测一下体温。Oops！ 我的天哪，艾莎公主果然发烧得很严重啊！这可不行，得赶快帮你降温才行。好。把毛巾放在头上。我还是感觉很热，医生。还是觉得很热吗？是。冰块。医生啊，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Oops！体温一定会马上降下去的，给你吧。好凉快，非常感谢你。再见啦，傻公主。哎呀，好凉快，走吧，雪宝。贝儿该睡觉了。好。我还想再看一会儿。再看一会儿。都读完了，接下来读这本。我怎么看不清楚呢？这可不行，我得去医院看一下。哎呦！下一位患者请进来吧。贝尔公主，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？医生啊，眼睛看不清楚。觉得眼睛看不清楚吗？是。医生帮你看一下眼睛吧。因为视力不好，所以你应该戴眼镜了。戴眼镜？看，这些都是带有魔法的眼镜呢，戴上可以看清楚。那么我选这副眼镜吧。好。医生啊，这副眼镜实在是太吵太吵了。这样的话，这副甜甜圈眼镜怎么样？我很喜欢这副。好。医生啊，
书里总是出现甜甜圈，我好像没法看书，怎么办？现在只剩下这副黑框眼镜了。医生啊，我好像看得清楚了，谢谢你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再见了，贝尔公主，拜拜。哇，一定很好吃，我要开动了。啊，好饱啊，接下来睡一觉了。就可以不用跑着回家啦，来给你吧。好，谢谢你，医生。